谢谢谢谢陈琳。光芒闪耀像是狗的，逐渐入侵了我眼眸。你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？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，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。别把离开挂在嘴边，让你慢慢靠近我。是我不把握你心跳的节奏，换来一堆心跳的借口，变成为我心碎的理由。 Don't hurt me baby, don't hurt me,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，谢谢芭比。哇哦，那首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这个很难的，怎么说呢？真的很难，因为是因为芭比还好吗？因为芭比本来这样不是这样的风格的人吧？对，这样的。那种风格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像这样的风格的，对，但是现在两个人一起这种，对，然后这样的故事，所以我想问那个芭比的感受吧，先想听。哦，我就是有点害羞。哎，非常害羞吧？不止一点吧，不止一点，这就对了。嗯，所以，对。但还是对于芭比来说是一个挺突破的舞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冠军一舞如此突破还是非常有勇气的。我们来听听主理人 Ten 怎么点评刚刚的这个舞。我觉得刚刚这个编舞很 sweet 一个 choreography 吧，我觉得，然后可以看到 Bobby 的 popping， 还有 Bobby 的一点 urban 的风格，有 groove。 但是本来是 Bobby 的话， Bobby 有一点害羞，但是今天我看 Bobby 的话有一点 OK， let's do it，这个感觉我，所以我很 respect 你。然后有一个点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动作是面对面嘛，然后 Bobby 是这样，但是春林老师是看着我，然后我有点哇，这个是排练中的动作吗？是排练中的动作。 Bobby 你还能说话吧？能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就是我还是挺喜欢这支舞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跳过双人舞这种，然后我就是感觉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支舞了，然后我就尽力放开自己吧。